哎，妹妹，你怎么这样欺负你姐？怪你什么事？你给我走，你个臭司机！今天去山上取点行李，赶飞机回去了，有点小遗憾呀。你前面这干嘛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师傅，慢点，停住，停住，这下都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什么情况，丫头？ 师傅，保送山上去就鬼电器热死我了，我给你钱。我们不是拉客的。你不是拉客，那你上车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嫌钱少？我给你加钱。不，我们还有事呢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？你干嘛，丫头？你慢点，慢点，我这车很贵的，你慢点。 师傅，你这车还挺舒服的。挺舒服的，我这车我这有事，你这干嘛呢，丫头？真的，我快走，我给你钱。真的，我好吧，正好上山拿点行李，给他带着吧。等我给你钱。我不要钱，小妹妹。妹妹回来了，快点给钱，给什么钱啊？车费要快点给钱，车费。哎。 哎，大叔，你怎么上来了呀？这个是你家吗？对，这里是我家。哈，我还第一次来。那这个是？这是我妹妹。你妹妹？啊，那没事了。我刚才上山取点东西，正好顺路遇到了她。她非要说要给我车费啥的，然后她现在也安全到家了，我看没事了。那我就走了。那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倒一杯水喝吧。不用了，不用那么客气了，我要赶飞机去，好吧？ 你在家忙吧，那我走了。那你慢点啊，大叔。好，妹妹，拜拜。姐，给我钱，我要去染头发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哎，妹妹，你怎么这样欺负你姐？怪你什么事？你给我走，你这个臭司机！你怎么这样说安康哥呀？他都帮我们家这么多忙，这样说没有礼貌。快点给我钱，我这个头发明天必须要做的。 害自个儿姐治病，钱都花完了，家里真的没钱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肯定把这个钱给这个野男人花了。啊？这样说呀、啊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哦，你还想打人啊？你要是我妹妹，我迟早给你揍死。哦，你们两个狗男，你一起和我来欺负我，要告诉我爸爸去狗腿上。你这要怎么说话的？狗腿上。 今天让你看笑话了，你赶快走吧，你今天还要赶飞机呢。飞机还有几个小时呢，我不放心，我再陪你一会吧。那你坐这里吧。好，那你也坐这边吧，我和你聊一会。嗯，丫头，我看这个你妹妹这么叛逆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爸妈一直都在外面打工，都没有人管她，她要什么给什么，然后她一直。 没钱就往家里面要钱，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起玩。那我看他今天惹他这么生气，会不会晚上去报复你啥的？没关系的，我都习惯了。哎，安康哥，你不是要赶飞机吗？你快走吧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的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今天真的太麻烦你了。我快走吧，你还赶飞机呢。好，那好吧，你注意安全，好吧。